咁而73年嘅財運咧就冇85年咁好噶，所以咧73年嚟講咧就應該咧我哋點講啊？就係話咧，凡係做事就好啦，因為炮尾聲係代表是非纏身啊嘛。咁有時退一步海闊天空噶，錢銀嘅嘢應勢得使咯，我哋叫做呢樣嚇。而咧73年咧身體健康咧嗰度嚟講咧出現咧都係小病小痛都係特別多噶，我哋叫咁，所以你都要留一留意一下噶。